曾经啊，有间车厂这么说过，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啊，让驾驶他们的车辆的人啊，不会因为车祸而导致重伤，甚至是死亡啊。其实这说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啊，但是同时也看得出来这家车厂对于安全的重视。那么讲到这边，或许大概就已经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哪一个车厂的车子啊？没错，是来自瑞典的国宝车厂 Volvo 啊。而当今世代啊 ，SUV 跟这个 wagon 啊，正在浪头之上啊，真的是当红榨汁机。不过啊 ，Volvo 仍旧没有忘记那些喜爱 sedan 的车迷们啊。如果你觉得 S90 的优雅修长呢，少了那么一点动感啊，那么今天我们试驾的 S60 T5 R Design 啊，绝对符合你的口味。就让我关人带你一起来看看。其实啊，相对过往比较保守的外形啊，近年来 Volvo 的这个设计啊，相当匠心独具，拥有自己的自我风格。透过一些简单的线条啊，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时尚。那么经过时间的洗礼，你同样还是会觉得它不退流行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非常的耐看。尤其是这个标准的这个 LED 的头灯啊，采用的是雷神之锤的造型，这也是近年来 Volvo 家族的这个车系特征。同时呢，因为是 RD3 的车款，所以呢，它这个还具有这个远近灯的自动切换，同时呢，还有部分遮蔽的功能，让对向的来车呢，并不会特别的刺眼哦。同时可以看到下方的这个气坝呢，也更加的乖张，同时也更有这个运动的气息啊。那我们来到车侧来看，可以发现说 S60 呢，虽然它的车长不及 S90。可是呢，相较于上一代呢，它的车长还是有拉长，而且呢，采用的是 SPA 底盘。新式的 SPA 底盘呢，主要呢就是让这个前轴啊的位置呢靠近比较靠近车头，因此呢可以创造更大的这个车室空间。同时在这个门板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强烈的这个肌理线条呢，强化它的运动感。而这个脚踩18寸的这个轮圈呐、啊，同时呢在视觉上呢看起来也更加的饱满。那么我们来到车尾呢，可以看到 S60 呢，它在车尾的部分呢，似乎有做了一点小鸭尾的设计呢，让整个车尾的线条啊变得更加的迷人。而打开后箱呢，也比上一代呢进步了不少，从原本的380公升呢，提升到442公升，有着不小的进展。另外呢，在这个尾灯的部分呢，上下双层的 LED 尾灯与老大哥 S90 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夜间上面的辨识度呢，其实同样是相当的高。至于包覆式的这个排气尾管呢，更用上这个镀铬的边框哦，是属于 RDesign 的专属，让这个质感呢跟动感呢可说是一次到位。其实啊，做到 S60 的内装呢，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看起来 Volvo 在这个内装设计上似乎都大同小异哦。不过就是因为它的人因工学设计呢相当的得宜啊，因此呢将所有大部分的按钮呢都可以通通整合在这个中控萤幕当中，那这样子的好处呢看上去呢也更加的洗练跟简洁，而且呢营造出更加优雅的科技感。好比我前方的这个 12.3 寸的数位液晶仪表呢，它呢除了可以显示转速与时速之外呢，还能够将地图的导航图资呢投影在上面，方便呢驾驶直接做判读，不需要分神哦去看旁边的导航。另外啊，第二代的 PA 半自动辅助驾驶呢，同样也可以借由前方这个萤幕呢来做操控。至于我右手边这个直立的这个9寸的液晶显示幕呢，除了具备触控的功能之外呢，将所有大部分的按钮通通整合在里头，除了可以显示详细的车辆资讯之外啊，还有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呢能够来做连接。重点是连空调按钮呢通通也融合在里头，四驱的恒温空调呢除了在这边可以控制之外呢，它还有 Volvo 相当引以为傲的 Clean Zone 的这个纯净换气系统，除了能够预先冷房的效果之外啊，还可以借由这个过滤系统呢来抗过敏源，以及呢阻隔外界的 PM2.5 啊，让这台 S60 呢提供你一个更优质的这个乘坐体验。我们这次试驾的是 RDesign 的车款哦，所以因此你看到的内装有很多呢都是 RDesign 的专属，包括了这副方向盘以及这个皮椅上面呢都有 RDesign 的这个字样。另外呢，这两座座椅呢，除了呢支援电动的底背调整，还有前后之外啊，腰靠以及腿靠呢也通通都是来自电动的，可以做调整。另外还有副记忆的功能。
同时呢，在方向盘的这个后方有两个相当好用的换挡拨片，特别的是呢，它前面看过去呢是金属材质，但是呢，从背后你在拨动按的时候呢，则是一个亲肤材质，所以摸起来是相当的舒服哦。而音响呢是采用 Harman Kardon 的音响，如果呢你是买到 Inscription 的等级的话呢，更有 B&W 音响来可以做选配。而我们坐到后座呢，其实可以发现说，改采 SPA 底盘的 S60 呢，除了轴距增加，整体的车室空间呢也增加了很多。尤其以我现在标准的座位呢，可以发现说，哎，这个前面膝盖的距离呢，至少还有两个拳头哦，可说是同级车之最啊。那加上刚刚讲到了前面的双驱，后面也有双驱横空调，总共是四驱哦。可以呢，借由中控的安座这边呢，后方来做调整，同时呢，在这个 B 柱这边呢，也有两个出风口。所以在整体后座乘坐的质感呢，其实是相当的不错。而这个中央扶手啊，面积相当的大，因此呢，两个人来跨手呢，其实都相当的舒适，并不会显得特别的拥挤。而上方的全景天窗呢，造就了让整个视觉呢更加的宽阔，压迫感呢也没有那么的强烈。同时呢，在这边左右两边的上方呢，都还有一个阅读灯，看上去呢相当的有质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说 S60 呢整体在后座的舒适感呢，其实已经逼向了这个大型房车该有的格局了。那么说到安全配备啊，这就是你买 Volvo 唯一最不需要担心的地方，也不需要跟这个业代一项一项的来做核对哦。举凡这个所谓的车侧盲点啊， ACC 的跟车系统啊， PAP 的自动停车辅助，或者是CTA 的这个后方车流警示加上刹停，以及 LKA 的车道辅助呢，在这一些通通都对于 S60 来讲都是最最最最基本的。而且呢，不论你买到哪一个等级呢，通通都是标准配备。更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你在驾驭这台 S60 的时候呢，如果车辆侦测到前方可能会发生的碰撞，还会借由方向盘的转向辅助以及四颗轮子的这个刹车力道分配呢，来进行避险的动作，这样子呢能有效的减缓伤害事故的这个严重程度。说到这个 Volvo 的动力跟操控表现，或许很多人还是认为说它是以安全为挂帅，其实不然哦。以我们今天试驾的 S60 T5 RD Sun 来说啊，254匹的最大马力啊，在这个5500转速可以产生，那么最大扭力呢有35.7公斤米哦，在1500转到4800转都能够爆发哦。采用的是直列四缸缸内直喷的涡轮增压引擎哦，而且只有2.0升哦。说真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动力数据啊没什么概念哦，跟大家说一下，它搭配的是这个8速的 Geartronic 变速箱，0到100呢只需要6.5秒。我们撇除性能迷来说，对于一般的驾驶而言，250匹以上的马力的车款啊，其实在踩起来呢，其实就相当的带劲哦。尤其是你在一般道路行驶或是高速公路巡航、高速巡航之下，还要再超车的情况啊，250匹的动力其实踩下去都不会让你失望，就像这一台 S60 一样哦。说到 S60 的操控呢，它同样是采用集团化的 SPA 底盘哦。那前悬吊呢已经改成双 A 背，后面呢采用独立的单体式悬吊。它驾驭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哦，就是它相当的沉稳哦。不论是在山路过弯的侧倾抑制啊，或者是在这个坑洞路面的车感回馈呢，都可以感受到相当扎实的这个车体刚性，以及呢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阻尼的吸附力哦。尤其是我们经过坑洞的时候啊，那个震动感是只有一次上下的弹跳呢，就可以吸附所有的这个震动，并不会有多余的余震哦。那加上这一副方向盘呢，其实它的辅助力道相当的足够，因此转动起来呢也相当的轻松，驾驭起来更是非常的没有压力啊。可以发现说哦 ，Volvo 在这个底盘的调教啊，可以在舒适跟清晰路感之间呢，找到一个相当好的甜蜜点。那么在山路上啊，其实它有相当丰沛的动力，以及沉稳的这个车辆悬吊的反应。加上呢，这个 S60 R Design 呢，它还特别有降低的车高，因此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贴地性呢非常的好。山路中呢，你就不自觉的越开越快，越开越顺了，甚至还会给你一种突然觉得自己的驾驶技巧突然又提升了不少的感觉哦。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Volvo 的车体刚性，这个真是没话说，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见证。但是呢，相较于这个强大的车体刚性呢，它的这个车重啊也就稍微重了一点了。因此呢，在这个连续弯道或者是比较刁钻的小弯呢，它的灵活性啊似乎就差强人意了一些。不过呢，这个绝对不会跟操控完全没有挂钩哦。毕竟现在的 Volvo 呢，它的卖点呢不只有这个安全而已，能够将安全跟操控两者兼具的，我相信也只有 Volvo 能够办得到。
this night unforgettable. Oh, oh, oh. Making memories we want.